好，然后我们最后呢，再加拍一段我跟台北龙山邮局的合照的。哦，因为蛮难得的机会，然后我可以看到，这是我刚刚买的明信片，上面有今天的邮戳，也是他最后营业日的邮戳哦，在这边。好，来一张最后的合影，最后营业日的合影哈、哦。拜拜，台北龙山邮局，拜拜。结束。